婆婆和妈妈情人是王灿给杜淳选的侯佩岑老公性格圈粉，请点赞订阅并转发，谢谢。没想到杜淳的爆笑梗蛋饺肉丝有后续了，在婆婆和妈妈节目中，杜淳老婆王灿自曝情人这首歌是自己为杜淳选的，并且里面的歌词也是自己音译汉标注的，但是自己标注的是别的字，杜淳唱出来就成了蛋饺肉丝。王灿还说对蔡徐坤感到特别不好意思，哈哈，本来是想帮杜淳一把，没想到却成了杜淳进鸡爱豆路上的天坑，哈哈，看来我们都错怪杜淳了。在节目中，杜淳还不忘表达自己被说油腻的委屈，觉得自己根本不是油腻，只是把情人跳出了就地正法的感觉，哈哈。王灿还不忘灵魂发问，杜淳在跳舞之后是不是已经没人找他拍证据了。杜淳之前唱过易烊千玺的 My Boo， 也被老婆王灿狠狠吐槽，王灿说自己有一个妹妹特别喜欢易烊千玺，妹妹让自己转告杜淳别再祸害我们家易烊千玺了，果然来自官方的吐槽最致命，哈哈。侯佩岑老公黄过俊也通过婆婆和妈妈中表现出的憨憨性格圈粉不少，在开会时被老婆一直问早餐怎么吃，也没半点脾气，一直不厌其烦的回应，吃早餐时还很温柔的和老婆聊家常，明明不擅长运动还是不好意思拒绝，刮痧也是任由丈母娘摆布，无奈又克制的表情真的又憨又可爱。侯佩岑之前也提过老公黄过俊不是那种特别显眼特别会表达的人，就是那种素素的温温的性格，所以两个人一个